传说中的 Apex 湖。要不坐坐看，那要蓝色还是绿色呢？继续走路，啊，我手机掉了，还好找到。本来后面是图书馆，那几天没开，周六。好可爱。餐厅今天有活动，不方便进去看看。继续走吧。哇！
上次没看到蛇。很多警告，是不是真的很多蛇？太阳很晒，因为是12点钟。这画面不错，这后面应该是 like Freeman 了吧。我后面应该是 like Freeman。这是什么？
要回来了。这边的鸟都很爱走路。这就是阿贝湖啦。很漂亮，其实。